你工具桶都拿下来，都放地板上。我没掠币啦，我掠啥拢拍开。本分局于5月25日接获台铁公司报案，称花岗线有电缆线遭窃。那本分局获报后，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执行买手以及查赃的工作。那在6月6号又发现该险，前往方案。那本分局人员立即前往围捕，逮获该险。那现场发现那个该险假扮台铁施工人员，巡视轨道伺机作案，现场有取出犯案工具，那全案依加重窃盗罪以及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